小杨同学。哎，老爸回来了。啊。哎，老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手机。啊，手机啊。嗯。给我看一下。拿去。哇。哎，老爸。嗯。这手机是苹果几啊？苹果几？啊。苹果十四啊。苹果十四。对呀。哇塞。哎。老爸。啊。这手机是不是买给我的？不是买给你的。那买给谁的？我是买给你老姐，你老姐不是要考大学吗？所以爸爸给她买个新手机。哎呀，老爸，你怎么偏心啊？为什么我没有苹果十四啊？你才读小学，你用什么苹果手机啊？哎呀，那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有手机了呀。那不行，你太小了。哎呀，那老爸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有手机啊？等你读高中了，我爸爸也给你买个新的手机。那老爸，你跟我说啊，高中买个手机啊？那肯定的。那这个老姐这个手机能不能打开看一下？打开看一下你就打开看一下呗。嗯，好吧。这是最新款的苹果十四啊，这什么？我这个是充电头，我给他买的是那个256G 的啊。我先给你看一下他那个拍照像素，好吧？来，我看一下这个拍照像素啊，像素还是可以的啊，嗯，还是蛮清楚的。你看，像素很不错啊，可以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存啊，这个内存是256G 的啊。关于本机，iPhone 十四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是正版行货的啊 ，iPhone 十四，256G， 看到没有？啊，嗯，看到没？保修到2024年3月19号，对吧？嗯，可以吧？这个手机 ？OK， 可以啊。你老姐那个手机啊，太差了，太卡了，所以爸爸给她买个新的。嗯 ，Nice。老爸，这手机买了多少钱啊？这手机刚好买了6000块。6000啊？嗯，还可以，这苹果十四啊，嗯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等你长大了，你读高中了，爸爸也给你买一个苹果，到时候那是可能苹果17、18了，可能，嗯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你听话一点哦。嗯，好，老爸还给你带了卡片，这个是那个叫白银版啊、哦，要不咱们来开两包白银版怎么样？可以。好，那来吧。谁能打出这个字，他肯定是天才。来，第一包，白银卡有没有？没。哎呦我去，这白银版真有点坑啊！太逊了。你看，一包里面全是二卡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看有没有、啊、太逊了，又是 SSR， 又是 SSR 吗？嗯，不会吧，这就是逊了，这有点坑啊，这来看看这包应该又出好卡，什么玩意，又是阿卡，这也太过分了，又全是阿卡吗？是啊，完了，万一买的卡怎么这么坑啊，怎么这样子呢？来最后一包看看这包是啥，有，哎呀我去太难了。